不是，就这破帽子它能卖58，有这妈的我给自己买一个它不好吗？我买了。哎，但是你别说，买了这个帽子之后我感觉一股神秘的力量它来了，哎，对吧，就感觉这个伤害它都高了。哎，如果你非要跟我计较，这个东西它也不加伤害啊。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不听。一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鲨鱼情杀没活硬的环节，回家我那个西马斯。哎，这对面看见我这个帽子，他笑了。此时他肯定想，哇，还真有冤种买这玩意儿。没事，一会儿就让你笑不出来了。这里我们被他抓到了，你要知道这是假象。哎，此时呢，我们只需要大声喊出一个咒语，对吧？哪有小孩爹爹啊？好，这咒语是一天比一天灵啊，都不需要念完了。好，又被打到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哈口气，走过来别打他，他自己会提升的。来嘛，大宝贝儿，给我狠狠的撕咬他，咬回来。哎，结束了。什么叫做戴帽子的伤害？没错，就是这种无形的压迫感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啊，反正我没看出来。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想提升吗？那是提不出来的。再见，来不及。我走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優しいだけでは女はやっていけない。